哥，我看到高屏溪旧铁桥了，好漂亮哦，而且它好长好长哦，在上面跑步一定很快就饿了。旧铁桥是横跨高雄市屏东县的铁路桥梁，桥长1526公尺，宽 6.76 公尺，造型非常的优雅，曾经是亚洲第一长桥，也是台湾最长的铁桥。1980年，台铁为了消除高雄到屏东单线区间行车的瓶颈，在铁桥北侧新建了一座双轨大桥，使得旧铁桥在1987年6月正式除役。由于旧铁桥承载了大树人的集体记忆，目前已经被列为二级古迹。经过再生与利用，高屏大桥至旧铁桥以北的高滩地，规划出面积广达120公顷的休闲空间，有户外广场、剧场、人工湿地、清水空间、景观绿带以及自行车道等设施，也是高雄市政府维护河滨生态的一项重要工程哦。如果你饿的话，旧铁桥内的志工小站有在贩卖餐点和饮料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也有提供导览预约跟脚踏车租借的服务哦。